现在我们用这张纸来完成一幅作品，主要是表现这个山水画设色当中的浅绛山水。浅绛山水呢，主要是勾皴擦染点的墨稿一定要画好，然后呢，淡淡的以赭石为基本颜色呢，往上要染。这个浅绛山水画呢，也是山水画当中是吧？特别是现在的山水画当中一大部分，这个经常那个用到。现在我们就起墨稿。
这个墨稿呢，就画到这儿，干一干的我们就渲染上色。它是应该要画这个就是浅绛山水，所以说呢，墨稿这个墨比较重啊，上面主要保持这个墨骨这个笔法，突出山的高大上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
是上颜色。浅调舌头，发清自律和赭石，几种颜色是这几种颜色必用。先用这个花青姜末变成油青，再染这个暗部。
下一步呢用淡赭石，就是要倒一点，对，倒一点，thank you.
又绿的又红，你什么时候我说人？你说这地方，对，有个几遍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个颜色先上到这儿，干一干呢，我们再点缀一下子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浅绛深色，色色以赭石为主要色调，淡赭石要淡，知道吗？结合花青或者是紫绿来完成画面，知道吗？主要是突出它的墨，知道吗？墨笔墨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